狗子身体不舒服的时候，没有精神的样子，看着就心疼。这是之前的视频，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。不说废话了，希望大家的宠物都是健健康康的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，谢谢观看。如果能点个赞再走就更好了，嘿嘿，拜拜。只要有狗子的灰毛来压轴。